把仙女棒给点着了，然后直接扔进了这个洞口当中，从里面喷出了一股明亮的火焰，真就好像是火山喷发一样，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震撼。仙女棒的数量如果非常的多，燃烧的就会非常的剧烈。这不就准备了一大堆仙女棒，在楼上还有一些液氮。当把仙女棒点着之后，就把液氮从上面给倒了下去，液氮落到地上立刻就变成了一堆白色的烟雾，就算是这样，下面的仙女棒依旧没有熄火的迹象，反而燃烧得更加剧烈了。没想到用液氮竟然没办法把燃烧的仙女棒给扑灭，甚至还把仙女棒给放进了水里，没想到在水里似乎也在燃烧，里面的水也都沸腾了起来，反应也是非常的剧烈。难道仙女棒燃起来就没办法扑灭了吗？老万也是非要较这个劲，又准备了一个灭火器，另一边准备了1000根仙女棒，然后把仙女棒给点着了，等燃烧起来之后就把灭火器给打开了，一股白色的粉末直接就冲了上来。在这些白色粉末中，依稀能够看到里面还有一些火光，就算是拿着灭火器直接喷了上去，仙女棒也没有熄灭。一时间周围的烟雾弥漫，就算是把这一瓶灭火器都给喷干净了，仙女棒依旧在燃烧。